我们今天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搜索票务人员执行搜索。现在请各位暂停你们手上的工作，那个哦，接受我们同仁的那个清查身份。你有十连字吗？口罩帮我戴一下。有没有十连字？有没有十连字？哪一个是你？这边没有。你有没有实名制吼？卫生局要开罚。卫生局会开罚。两名负责人以及47名赌客，已经依刑法赌博罪送办。本人局今年迄今已查获赌博案8件，151人，将于年节期间加强打击，取缔辖区赌场，导致赌博不法风气。